哎、欸，我的画面跑掉了、欸，哎，会扣血呢、欸，他开枪，为什么会有广告？傻喂，这到底是啥？今天我录影的时间刚好是在周五的夜晚，所以我们今天要玩的是 Furthernerfucker Friday Night Funkin'。虽然我觉得这个注音好像不是这样用的，OK， 那我们就少说屁话，直接进到游戏吧。Yes， 这个音乐未免太摇滚了吧？呀，我们第一款要看的模组叫做 Friday Night Funkin' vs Cheeky， 不是那个 Cheeky 好不好？是这个 Cheeky。Cheeky， 好啦，好像念起来没什么差别啦。不要废话，直接来吧，不管了啊！还有，我今天是不是又忘记开场了？嘿，各位，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做 DK， OK？ 哎 ，Funkin' Rock。摇滚石啊、哦，原来是一颗小石子啊。OK， 三首歌 ，Let's go。哎呦喂，所以让我搞清楚，你想我绑架那个蓝色猪，然后杀了他？笑死，为啥？哦，没事没事，这没问题 ，Darius 先生。事实上呢，我都已经计划好怎么对付他了。这是陨石吧？OK， 这个是 BF， 他正在走路。Oh my god，BF 在房子里面三个小时后醒来了。哦，哦，嗨，小石头，天哪，是那个来自 FNF 的 BF 吗？你也知道 FNF 哦，哇哦，真荣幸啊！疑惑的 Beep， 想跟我来场饶舌对决吗？我听说你很强 ，Beep Bop。好，但我之前没有玩过饶舌，所以我可能会表现的有点糟哦。没关系，没关系，任何人都欢迎，好不好？哎、欸，怎么是我先啊？哦，他之前没玩过吗？爸爸爸爸，为什么你家大门感觉很像是被锁起来的感觉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诡异啊！你会在路上没事遇到一颗陨石或者是小石子来跟你讲话，然后找你来比 rap 吗？等下后面那幅画是不是这个石头的谁啊？我觉得它的大小应该不适合被称为石头，我们叫它陨石好不好？陨石哥，歌还不错听啊。哎、欸，老爸竟然要委托一颗陨石来杀我，这未免太恐怖了吧？哎、欸，这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啊？BF 在顺利进入那个 Darius 的家族之后，还要遭遇这么多事情，未免太苦了吧？画面晃得太厉害了吧？看到眼睛好花哦！太晃了，太晃了！等一下，我要看别的地方。爸爸，爸爸。Yeah， 嗯，不错嘛。BF， 你有玩过超级玛丽64吗？你怎么不进去画里面？你到底在说啥 ？Bubble Scoop Doop。好，我看你是想在大家面前输一场吧，小子。那我们就再来一场。这谁啊？这群人是谁？哇！哎、欸，有点难哦。哒哒哒，旁边有一座火山呢、欸。
Boom！ 哦，有点难哦。哦，后面那个是肮脏泡泡吗？应该啦，这什么剧情啊？给我听好了，混蛋！你女友的爸爸雇我好好教训你，他那过场跳太快了啦，还来不及念呢。啊，上面晃了。哦，还会开枪啊？哎，我的画面跑掉了哎。他开枪，我的画面跑掉，你有看到吗？不要再开枪！等一下，不要再开枪了，画面就跑掉了。哎哎，你要把画面移去哪里呀？不要再移我的画面了，要跑掉了，真的跑掉了。等下蝙蝠怎么挡子弹呢？是我看错吗？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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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画面暂停，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抱歉打断。来，我们把它调回来好不好？哎、欸。我在暂停的时候，他会开枪啦，那我快输了。哎呀，他开枪，我是不是会扣血啊？哎呦，哎、欸，会扣血呢、欸，他开枪。哇哦，原来他开枪，我们会遭受真的伤害啊！喂喂喂喂喂，别再开枪了。哦，这模组不错啊。等一下移回来一下。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愤怒的尖叫声。哎、欸，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等等，哦天哪，是警察，我得离开这里。这什么奇怪的剧情？第二周，第二周，来吧，来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模组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期待感。哦耶，嗨，什么？你居然有种到敢进来？滚！这在说什么？给我滚 ！Boo-scoop-be！ 我会好好教教你恶魔的处事之道，小伙子。行，来呗。画面别再跑掉就没事了啦，刚才那个跑太多了。哦，为什么会有广告？等一下，不要来广告。哎哎哎哎，挡错边了。他上多久啊？来吧，no no no， 滚开滚开，这广告太烂了吧。来太多，来太多了！我明就把它当广告打开，怎么还有广告嘞？
不好按，不好按，真的不好按，那广告会挡人，而且这首歌这么快、欸。哦，我黑掉，这是什么地方啊？我现在仔细看这个地方，太奇怪了吧？他整个模组的歌是真的还不错听啊，只是我觉得他那过场太快了。还有、哦，啊，不会吧？哇哇哇哇哇、哦！还不错嘛，你这颗陨石，只是用广告太卑鄙了啦。Oh my god， 怎么按啊？OK， 还可以，还可以。玩到目前，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一周好像是两首歌还是三首歌啊？好像是两首哎、欸，所以还有一首。3, 2, 1, go！ 哎、欸，哦，感觉蛮抒情的哎、欸。哦，哎、欸，还是个广告、哦。来吧！哇！可能真的要记一下哎、欸，不然他等下突然出现你就按不到。Oh my god！ 直接换下一首歌哦、欸！没有，是同一首歌。哇，他变身了，这是什么地方啊？Oh, yes. 不要挡在那边啦，那边不太对。哎呦！
不错不错不错，继续。好赞的歌哦！歌的话，我真的会给十分，我会给九分啦。啊？他没有给一个后续的故事之类的吗？我觉得有点可惜耶。好吧，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模组吧。OK， 在我们上一次玩完那一个蓝色蛋蛋事件之后呢，有蛮多观众在敲碗原版的那个 True Fans 的，那我们就不要废话来看一下吧。这里有个按钮，哎，好像是错的脸，这会到哪里啊 ？OK， 如果你点开就会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你被错了。这里好像应该会播那一个音乐吧，就是那个啦啦啦啦，那我就不播了啦，那可能有版权好不好 ？OK， 我们继续吧 ，Doraemon。Week T 三首歌，希望这会正常一点啊。漫游在你的维度，那是什么？这脸是怎样？然后遇到了他们，是时候来一些 trolling 哦。好，就这样开始了。什么歌？他有个动作好好笑，听之前某些观众讲说会有这一个迷因的原因是因为错好像后来就销声匿迹嘛，他想要红他只能靠另外一种方式回来红啊，听说是这样，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哇哇哇哦！哎 ！Oh no！ 你们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啊？我觉得是还行啊，哦，不要来这种，不要来这种，太多了吧？哦，哦，还行还行，只是歌听起来有点诡异啦。它下面那个图标怎样？没有嘴巴了，他下面那排牙齿不见了啊！你输了。他问说要不要再来一遍，他没有办法。是的，然后我们不会让他赢得那么轻松。了结他，你的脸是怎样？哦，那完蛋，不太妙。我到底在玩什么啊？刚才有根头发掉我鼻子上啊！傻喂，这到底是啥？哎呦，哦，画面在晃哦。怎么按了这个？哇塞！哦，按到了，按到了！这到底是怎样？
是他遇到了我们，他就这么不服输吗？啊？认真？哇，画面好花哦！你根本就没有在唱了吧？啊，我的耳朵！这边我会帮你把声音调低的，所以你应该不用担心。但是我在玩的时候没有调低啊，耳朵都痛死了。耶、yeah, ，你的脸怎么变这样了？又输了，开始大笑。你要付出代价，杀了他们，让他们安息。看看现在谁会笑。What？好诡异哦，他这个好像没有按到的感觉，好烦哦。哇！哇，好太快了啦！画面晃得太厉害了，不要晃得这么大力好不好？我会晕船的。按键不见了。哦！这画面太晃了，太难按了。刚才上一个模组才降一遍了，现在又再来一遍。啊！手指打结系列啊！吵死了！这吵什么意思啊？整个画面都直接不见了。那这个模组我们就碰一遍就好了，好不好？我这后面画面晃得太厉害了啦，玩到眼睛都很痛啊。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边。如果喜欢这一下，帮个 like 还有订阅吧。那我们这一次的两款模组先玩到这边啦。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推荐我的模组，那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吧。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哦 ，peace out。